谢谢大家，那我刚刚唱的那一首是还没有试出的歌，所以你们是第一批人听到的。一开始是不是跟妈妈说不要上台了？对。后来呢？就上台了。怎么克服紧张？练习。哎，好多人都说你好帅。没有，你帅。有啦。他比较帅。哎呦，早安啊，各位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吗？好，早安。差不多啊，早安呢。Hello。Hello。没有来看你，错过了。你错过了蛮酷的演出。真的，他自己练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不要上去啊，我不能唱啊，我根本就唱不好。”没有，乖，没事，你表现得很好，你自己写歌，一个一个安抚，包括小龙，是刚刚在下午彩排的时候，他打到一半不打。 然后我就愣住，然后我想说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再给他压力。他就说没有啊，那谱就一直晃啊，我就看不到啊。然后我们就说没关系，没关系哈，我们再用别的方法，就是先让他打电动冷静一下。然后我老公也哭了，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又要照顾小孩，然后我又吐了，我真的，然后差点都要去验孕了。所以其实就是这整个状况是大家台前没有看到，我们承受压力，但是。 一切都圆满结束。李仁哥哦，好，我今天他叫我做什么我都做。那你觉得他会叫你做什么？他可能就是需要一些高潮。他的那个费洛蒙哈很浓的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不用他，很多狗都会看上他，所以呢，我会好好的听候他开始。他今天 Q 那个永杰唱歌啊，是他拜托你的吗？这是我的歌。 歌声，你给他打几分呢？我吗？有及格啦，人家防疫女神。对对，防疫女神，好，你看，她就是用歌声跟笑容杀死病毒的。